大家好，不管剪刀有多钝，我们地上几滴这个东西，它越用越锋利，非常的好使。今天呢，我来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液体滴到这个刀刃上，看到吗？滴上几滴，看到吗？抹到这个上面，这边也是，抹到这个上面，停上几分钟以后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剪刀剪这个药颗纸，看到吗？我们就剪它，你看，我们剪个四五十下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试一下，剪这个塑料布，同学们，看看，看，只要是剪到的地方，你看，一剪到，我这不是吹的吧？看了吧？你可以试一下，非常的好用。那么它是什么呢？这个呢，就是白醋，这个白醋呢，可以软化这个剪刀的刚性。所以呢，我们滴上以后呢，再在这个药颗纸上、锡箔纸上来回的剪，剪个四五十下，你再试一下，剪到无比的锋利，非常好使，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